阿特伐他汀钙片呢，是我们在心血管内科常用的一类调脂类的药物，它的主要的作用是降低我们身体内的胆固醇，特别是低密度脂蛋白这一个低密度脂蛋白的含量。低密度脂蛋白呢，是一类已经被认证对心血管有损害的一类胆固醇。对于心血管内科就诊的冠心病、高血压，以及其他血管类疾病的患者，他汀类的药物都是作为常规来服用的。对于冠心病人而言，他的血脂水平，特别是低密度脂蛋白的水平，要降到比正常人更低的水平，也就是我们常说的1850标准，也就是说，低密度脂蛋白要降到1.8毫克每分升的标准，或者是较前有至少有50%的下降。对于他汀类药物的禁忌，他汀类药物并不存在明显的禁忌。如果说患者在服药后出现了严重的肌肉酸痛，甚至横纹肌溶解的症状，或者是肝酶的严重升高，则需要立即停药并前往医院。